好，你可以看到蓝白合的协商现在已经抵定了，18号就要来共推候选人选。那么在当中就是由蓝白马三方推出的民调专家，今天就要来开会讨论统计哪一些的民调。柯震营稍早也提出了五疑问，认为说还可以在厘清之后得出公平的一个结论。我们再来看。对于那六点的这个声明哈，它包含说这民调的采样，或者是说哪些才是必须要被纳入的，我们有几点疑问要提出来。包含第一个就是说，所谓在市面上这个有公信力的民调，我们认为这个样本数要讲清楚哈，就是说包含相关的有公信力的民调，他们基本的样本数一定要在一个基础之上。那我相信这个我们台湾在做民调已经行之有年了，这些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。那再来就是说，第二个是题型的问题，大家一直也会很关心，到底是要采纳所谓侯科科侯，还是三角都四角都，有没有纳入郭台铭，这些我想都在这个六点声明里面没有看到的内容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上面还是必须要厘清楚。还有以及这个包含是发布的这个单位是不是具有公信力？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在网络上发表的这些民调，它可能是手机回填，或是简讯，或者是说用问卷的方式，这些到底算不算要纳入在这一次的采用里面？我想这个都要交由我们这个民调专家们来做出评估，也要提出一些想法跟看法。接下来是调查时间，调查时间与发布的日期，有没有可能在最近会出现过去曾经调查过的结果，然后在这两天陆陆续续的可以公布？那这样子的这个民调到底算不算数？就是说过去早就已经做好的，不管是各阵营的民调，好，他们过去或者是他们的内参在这两天急着丢出来的这种，到底算不算数？好，这点我们也要提出疑问。再来就是说包含误差范围，大家一直在讨论这所谓误差范围到底怎么样来界定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大家要讨论的这个方向之一。2024蓝白整合有了重大进展，要来决定政府总统如何搭配，但是有部分的民众党支持者认为柯文哲做了太多的退让，同时呢，他也邀集了许多的干部来召开会议，来亲自说明身为党主席、身为总统参选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那么同时在跟干部喊话的时候，也想起了支持者对他说，只要阿伯不放弃，我们就不会放弃，让他在会议当下一度哽咽泛泪说不出话。我看过的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，只要别不忘记，我们都不会放弃。不好意思，那今天呢，换我要拜托你们，只要你们不忘记，我就不会放弃。所以不好意思，所以就拜托大家，我相信昨天很多人都没有睡了，包括我自己，然后半夜起来吃安眠药，或者当医生的好处，安眠药都可以自己开给自己吃。那我想很多人都在等我解释说昨天那个转折。那事实上是这样的，这半年来，我们看所有的民调，希望政党轮替的都一直超过 60%。那在最近这一个月，我开始下乡，你知道，在开始在环岛，那特别到了中南部，你知道，我就发现那些基层的，不管是农民啊、渔民哦，他们内心都有很深层的不安哦，包括就是对战争的恐惧，还有这个一些生活上的困苦。那事实上，这个目前这种台海的紧张，你知道，影响到很多基层人民的生活。那我在市场上，很多人都一直在跟我讲说，啊，这个无论如何一定要让这个民进党下来。我也尝试，你知道，想办法靠自己赢。那后来我们这拖了这半年下来，你知道，不管是三卡度还是四卡度，你知道，其实我们算一算，都不会，如果再也没有整合，还是很难赢。其实我看过我们最近发表的民调，你知道。其实我们还是领先的，所以也因为这样，你知道，现在剩下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，那明天晚上晚上二十四小时那个民调就调查就截止了，所以我还是要拜托大家，你知道，这个请大家不要放弃。
蓝白合在周六公布正副手的结果，但柯文哲16号傍晚跟党内的干部召开了线上会议，一度哽咽落泪，同时也说自己在蓝白协商之后一个晚上都没睡好。那么柯妈妈非常心疼啊，在接受媒体访问也说自己整晚没睡，但是柯文哲怕他担心，所以不会跟他讲太多。我根本没睡呢，是因为烦恼这代志。我是讲吼，那你政府哪会安呢？真无公平着。什么恁决定啊？就是恁要做总统，啊决定啊是甚至啊决定别人做副总统，哪有安尼的代志？你着爱公平的竞争，互人民拢看有，人百姓毋知福利。啊，你哪有家己咧做？我是毋知影啦，伊也未甲我讲。阮囝吼，伊也惊我操烦啦，伊嘛未甲我讲。啊，我吼嘛惊伊讲吼，我搁甲。搁较烦恼，我是无，我是无业游民啦，无咧做啥啦。啊，我搁较烦恼吼，哇，我看伊搁较操烦，我嘛惊伊操烦呢。吼，后摆唔通安尼，咱吼爱，逐项爱公开透明。讲后摆吼，你莫甲我带来做密室，都，互有人来，有人看到，安尼袂晓，爱看会到，互人看，安尼正确，安尼才会使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